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观赏我的视频，和阿里贝贝一起来练武功，学习 SOLIDWORKS 3D 绘图技巧，希望看完每集视频后对你有所帮助。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这个专题，就是这个铝合金轮圈这个钢圈这钢圈它这个主要尺寸有跟那个轮胎要配合，像这个四个螺丝孔它尺寸也要跟一般市售的那个车辆的螺丝也要配合。你如果尺寸不好不合的话那就是当纯欣赏而已那我们今天这个轮胎这个尺寸是配合我们一般日本车种跟我们国产的车种尺寸差不多相似的它那个直径是100 PCD 的直径是100那这一个轮胎这个轮圈应该是15寸的所以比较小的轮圈我们看一下它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大概是形状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怎么样画呢才能够很快速的能够把它完成轮胎主要尺寸是上沿这个部分，然后再来就是中间这个轴螺丝固定的部分，有四个孔也有五个孔也有六个孔，那孔位越多的话就代表它那个承受力载重量越大我们现在我们以前的规格大概是1600cc 以下1800、1600以下都是用四孔，2000cc 以上就改成五孔，但现在因为我们现在的车辆的性能马力越来越强所以有的1600也有改成五孔的轮圈的或是加大它就会改成五孔的。好，那一样我们看完这个一样我们将这个图档把它关掉，我们重新画一次这个轮圈的图档到底是怎么样画能够快速的把它完成好，一样我们把它关掉，我们选择新零件确定，我们选择全基准面我们选择几何嵌扣线，好，我们选择一个草图智慧型尺寸，这是6mm，这边是12mm，这个也是6mm，这边是18mm，这边
10mm。好，再来哈，这个地方200。再做一次，对对，嗯，把它做成100就好了。好，再来一样哦，我们在这边哈，好。选择这个一条线跟这条线共线对齐，选择这边10mm， 这边6mm， 这边51，这边18，这边8mm。这边哈9mm，这边这个是6mm，好，这个地方也是6mm。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一样是6mm，这个地方12，这个地方18mm，好，确定。接下来哈，我们选择智慧型尺寸哈，这个地方。一样也是100，然后这个地方连这个地方，哎，再做一次，这个地方400啊。做一条几何建构线哈，好，再画三点定弧，定眼，好，我们选择这个弧跟这个条线相切。接下来我们偏移图眼，好，6mm， 很的，确定。然后我们选择延伸图眼，将这个地方把它延伸过去，好。再来选择修剪图眼，将不要的地方把它修剪掉，好。智慧型尺寸，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一样6mm，好，那整个图形大概就完成了，好，这是不是上面轮框的部分？接下来哈，我们再来画这个轴的部分哈，轴的，哎，
个地方与这个地方哈，79。好，然后这个地方哦，35。90，这个共线对齐，这里再画一个点。重合共点，然后我们画一个这个地方离130，确定。然后我们画选择这个哈。选择这一点跟这条线啊，中间有共点，智慧石尺寸这个地方，425。然后我们再一样，从这边哈再画一个，这一点跟这一点重合共点，这一点跟这一条线也是重合共点，智慧型尺寸。11115.5。然后我们这边再画这一点，画一条直线到这里，智慧选尺寸呢，这个地方到70。我将不要的哈，把它关掉，修掉。接下来哈，我们再画一条直线，这里好，智慧型尺寸这个地方8米，这个离上缘5.5米，好，我们画点。几何建构线，好，
再画一条一样几何建构线。接下来我们画，这边一样，还画一条几何建构线。这个显尺寸啊，这个70度。130，这边70，好，接下来我们画一个不规则曲线了哈，我们从这里画。一直把它连到这里，确定哈，然后这条线哦，这边拉下来，这边拉下来，这条线啊，拉到好，我们用这一条线。跟这条线共线对这些，好，接下来将这条线跟这条线垂直放置。还有一条，再画一条，从这里拉到这里，一样啊，拉过来，这个先尺寸我们这个刚才这个地方。35，这条线哈，一样，按拉过来。我们要这条线跟这条线共线对齐。这边的我们要这条线跟这条线哦，没有空间就对齐了，我们再拉一次，我们选择这条线跟这条线智慧型尺寸啊，3度，然后这个地方哦，选择
160，这跟一样哈，选择160。这边呢，选择210，一样啊，选择210，确定，好。然后我们修剪我们不要的图眼哈。不要把它修剪，因为这样会跑掉。好，那这样子大概我们图形大概在都已经出来了。好，我们特征，我们选旋转填料，我们选择旋转轴，当然是这个选择轮廓哈。我们先选择上面这个地方，这个还有这个。出来了，接下来哈，一样，我们选择前基准面，用这个图哈，参考图源，特征一样，选择旋转填料，我们不要选合并，然后旋转轴哈，选择这个地方，首选轮廓的话，选择这里，还有包括这里。还有包括这里，确定好。那接下来哈，我们将这个实体这一个先把它隐藏。我们从后面这个地方开始，用草图绘制。我们选择。几何建构线哈，好，再选择一样几何建构线，再选择一条几何建构线。智慧型尺寸呢、这个地方，这边是7度，然后智慧型尺寸，智慧型尺寸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选择100，然后智慧型尺寸，这个地方跟这个圆，导线哈。用原先不要，
用最大，用最小，对，然后这个地方我改成没办法改啊，把它关掉好了，选择一个点，好，这个点跟这个重合共点，是会选尺寸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选择120，好，选择这个跟这个重合共点，好。点起来，然后偏移图眼两个方向，确定，然后切线弧，好，搞错了，选择这个跟这个相切，编辑复原，我们先选这个跟这个，等一下，我们先选这两个相切啊，然后再选。这个相切，对啊，我们再选这一个跟这条线相切，它会跑，编辑问草图交流，这个跟这个相切，确定，这一个跟这个相切，确定，好，我们选择一个智慧型尺寸，这边选18，确定好，然后我们再选择这个跟这条线重合共点，好，接下来一样好，我们选择切线弧，这里拉到这边，再拉到这里，智慧型尺寸哦，选择1.5，确定，选择这一点跟这一点重合共点，好。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智慧型尺寸这个地方多少15，好，我们环状复制排列旋转参数选择这一点，复制排列图点选择这个，确定，接下来我们近色图源，
俊色，俊色的图片，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俊色相对这条，确定。再来啊，近色图源，现在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近色相对这一条，确定。然后这个参考图源，接下来环状复制牌的旋转参数一样，这个数量七个，图源呢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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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包括这个，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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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我们修剪图源，修剪这个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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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哈、哦。接下来哈、哦，我们特征除掉三掌，给定身完全贯穿哈、哦。除掉的特征就是这个掌，选轮廓哈、哦，选这个。包括这个四个孔洞哦，好，全部都出来了哈、哦。接下来、哦、我们先做个眼角，它是两厘米，那个部分呢，这个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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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地方，确定。那这个部分几乎都完成了，再来我们做个倒角，这个地方用三厘米，那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部分大概都已经完成了。另外一个部分哈，我们要这个显示出来，我们用这个前基准面哦当参考集合，当草图绘制很正式。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边几何建构线，这个智慧型尺寸24mm 确定。接下来哈，一样环状复制排列旋转参数这个点，四个位置四个哈，特征足料生长我们多少呢？60。好，这个就全部做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这个先把它隐藏，我们先做圆角2mm， 2mm。 那我们怎么做呢？这个面，还有这个面，还有这个面，通通都是圆角哈。好，接下来我们选择这个面。画个弧，好，我们再画一个几何建构线啊，对正中心点。好，那这条几何建构线呢，我们把它规定垂直放置。好，接下来近色图源这个近色相对于这条确定。我们来一个智慧型尺寸边缘5.5确定。这两个夹角60度确定。再来这个跟这个116，然后这一点跟这个面积后面找的推这个型尺寸30，好确定。那我们环状复制排列旋转67复制排列的图源就这个，确定。特征我们把它生长出了8mm，确定。接下来我们一样圆角2mm选择哪里？选择这个，
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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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好，那这个也已经都完成了，这个刚把它显示。整个这个轮圈哈，就这样全部完成了。那么一样哈，我们给它一个颜色，它可能是电镀啦，那我们给它一个。这样子比较漂亮了哈、这个地方我给它染色厨房，看起来会怎么样？哦，好像怪怪的，纯白的。这样整个它这整个。看起来就非常的亮丽啊！这个轮圈哈、比较复杂了哈。当然，它其实哈、我们主要掌握哪个部分呢？就是手轮轴的部分的螺丝的位置，还有外框尺寸这个部分的尺寸，因为有的是有比较窄，有的比较宽。我们这个是把它设定成200，哦 ，L 到245 ，L 215、225，哈。然后这个轮圈的尺寸呢，哈，它是15寸，也有17寸、19寸，哦。那还有主要的变化是中间这个轮辐这个部分。哦，这个花样就很多了，哦，形形色色，看你怎么样去变化，哦，就非常的多了，哦，好，一样哈，哦，看完了这个视频以外以后哈，这个以后有机会哈，我们继续再做不一样的轮圈了哈。好，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观赏。OK， 今天的绘图视频已经结束，希望看完这集视频后对你有所帮助。在 SOLIDWORKS 3D 绘图技巧上，若有任何问题，欢迎来信，我懂的事会尽量回答你。若你有更好的绘图方式，也请你告知指教。正所谓教学相长，看得越多学得越多。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订阅，点一下赞帮我加油打气，按一下右边的小铃铛，有新的视频就会通知你哦。